一旦你走入一个单位，不管这单位是小单位还是大单位啊，只要你走入了这个单位啊，你进去了，工作，开始工作，它跟你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。你说这单位我特喜欢，一去，哎呦，这单位好啊，这单位哪儿好啊？说单位食堂的饭好吃啊，这也算你有一喜欢。啊，说你不喜欢，说这单位特没劲，就是我爹妈给我安排的，我就不喜欢这单位啊。我碰见过很多人就说，那银行的打破了脑袋进不去，他爹妈给他安排一个，他进去了，进去以后呢，哎，他就不喜欢。那么你到了单位以后呢，你就要融进这个单位，怎么融进去？就是跟所有的同事交叉啊，做事儿。那么你跟你喜欢的人共事。这不是能耐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。你跟这人关系很好，你很喜欢这个人，你跟他一块儿共事，那太容易了。但是有你不喜欢的人，你能不能跟他共事？你说不喜欢，勉勉强强也能共事。那么关键还有你一种你讨厌的人，你能不能跟他去共事？所以你走入职场，一定是大致分为三类人，就是喜欢的、不喜欢的和讨厌的。你如果能跟你讨厌的人共事，那你就算是一人才啊！我先告诉你，跟你喜欢的人共事更危险。很多人最终翻脸、最终翻车，都是翻在你跟你喜欢的人一块共事。你喜欢的人，你无话不说啊，尤其这女的啊，这女的能钻一被窝里，什么事儿都敢往外说，把自个儿的隐私、把自个儿对单位每个人的看法都说一遍。你不知道你这闺蜜啊，能不能给你泄露出去？只要是你认为啊，你到了一单位，你认为你找着一闺蜜了啊，跟亲人一般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一开始说的，亲人要生，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，不能无话不说。过去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呢，就是老听那毛主席语录，毛主席语录有这么一句啊，他说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。我过去就是这样，这个事情啊都不能你去做事儿啊，不能所有的事儿都随你的心愿，天下的事儿人都哄着你是不可能的。你跟一个你特烦的人要去工作，那叫本事。我一朋友啊，我一朋友，那朋友牛啊，当年在美国啊，是我们所有朋友里第一个拿最高薪的。当时那个银行的董事长就跟他说，你跟那谁谁谁能一块工作吗？他上去就说能啊，说你跟那人这个能相处吗？所有人都跟他不能相处啊。他说能相处啊，他不就是工作吗？工作以外我都不相处，但是我工作能够进行啊。好，这个董事长就把银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交给他，拿了巨高的年薪，当时是所有中国人啊中年薪最高的。他的前几任都是表明不能跟那人工作啊，说那人太讨厌了。我就宁肯丢了工作，我也不跟他工作。那为什么董事长要把那个人留下呢？就是大家所有人都讨厌的人要留下，那就这人肯定有过人之处。职场有很多规矩啊，你比如我们讲这规矩啊，新员工啊一来，最忌讳的一个事儿就是瞎打听。很多人一到一新单位，没一两天，跟这个打听张三，跟那个打听李四。问问领导，说领导，哎呦，我今儿看有一女的挺漂亮，找那领导啥事儿呢？跟领导什么关系啊？这种人最讨厌啊，不能瞎打听。你该知道的，你慢慢就会知道；你不该知道的，你打听出来就是你的后患啊。但是老员工呢，老员工特别愿意啊，就有这么一路子人啊，特别愿意跟新员工去说八卦啊。一来新员工一说，哟，你新来的吧？吃饭的功夫说，哎。你看那人了没有？你别看那人那么正经，那都是假正经。怎么啊？这种人最讨厌。有人给你故意说八卦啊，或者有人特别愿意跟你说这说那，这人都得小心。这种人将来也会把你的事儿说出去。我当年去出版社的时候啊，20几岁，我去的时候，是刚改革开放，这个所有的大学生啊，77、78两级大学生呢。都在校读书，我去出版社的时候呢，所有的编辑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，都大我10多岁，最小的大我10多岁啊。那我那时候大10多岁，看着就是叔叔辈儿的。全出版社年龄我最小，400号的人啊，
那时候我当然我不去打听八卦，那时候也没啥八卦啊，也不去巴结说谁能升迁，谁巴结领导，这些事儿都跟我没关。那么你跟所有人的相处，在你不能判定这个人的品质的时候，你关系一近了肯定就出事儿啊，所以关系不能过近，也不能呢不合群，说你来了啊，你觉得我这人特孤傲，什么人都看不上，我跟谁谁谁都不合群，那也不成，那你立刻就被人孤立。所以我就觉得啊，今天的人跟我们过去都一样，这个职场不同的阶段啊，要有不同的这个注意的地方。第一个阶段就是每个人刚刚走入生活，初入职场的时候呢，就一个事儿，我先告诉你哈，你去了以后，你肯定是在这个单位最下面这一层嘛。我们博物馆就有一个人啊，现在都是副馆长了。二十年前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不能承受委屈呢，就不成熟啊，就不成熟，就不能成长。他说当时他不能理解我说这话，现在二十年过去了，他特别能够理解这句话，就是一个人要能承受委屈才能成长。其实你说我凭什么呀，我上这单位我爹妈都不给我委屈，我凭什么到这单位来受委屈？我先告诉你啊，这委屈就两种，一种是真委屈，一种根本就是假委屈。什么叫假委屈呢？就是你觉得你受了委屈，别人不这么觉得，领导也不这么觉得，同事也不这么觉得，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受了委屈啊。你比如啊，我知道的一个事儿啊，就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吧，他公司大啊，公司大，老板严格啊，8点钟准时开会，他迟到30秒，啊，人都从电梯里冲出来了，直接奔会议室，领导说现在开会，他这时候邦当一推门进来了，领导说你出去，啊，你出去，你今天不能参加会议，你想想啊，这一单位这么多人，看着你。啊，被轰出去不能参加会，您就迟到30秒钟。那么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，对吧？你说呀，我今天出门不顺啊，钥匙忘带了，又回去取了趟钥匙啊，打车也打不上，然后到这儿这电梯在底下半天不上来，不就差这30秒钟吗？你觉得你特委屈吧？但是从老板从企业的管理上讲，一点都不委屈，只要你迟到。啊，迟到1分钟跟迟到10分钟都是一样的，啊，你觉得你受了这个委屈啊？你觉得心里很过不去？我告诉你，这种委屈还就真的不委屈你，你的委屈是假的，你感受到这委屈根本不是真的委屈。那什么是真的委屈呢？就是这个事儿真的委屈你了，比如不是你做的错事儿，领导认为是你的，批评你了，你又说不出来，道不出来的。比如本来是你干的好事，人家挪到别人头上去了，你看着别人受表扬，你心里就觉得很委屈，这是真委屈。我说的一个人能承受委屈才表明你的成熟，说的就是真委屈。假委屈随时都有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啊，在单位经常是多付出少得到啊，感到心里委屈了，这种事在哪个单位都有。所以人生入职场的第一个阶段，这个指标我告诉你了，你能承受委屈表明你的成长啊。一个人能承受委屈是初入职场的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。那其他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最没错的一件事肯定就是勤快啊，不惧小，不惧这小事儿，说这都小事儿，凭什么我作为名牌大学生啊，我凭什么到这儿来做这么琐碎的事儿啊，我怎么给人复印去啊，你怎么就不能复印呢？你看老板背不住自个儿还复印呢，对吧？所以手脚勤快一定没错啊，多干一点儿一定不吃亏，不是你的啊，你也可以干，是吧？你只要觉得顺手能做的事儿一定要做，很多细节一定要注意啊。一个人素质的高低不在于你对上面的人有多好，而在于你对你下面的人有多好。你不要到一个单位，你觉得啊，我是一个单位的职员，我来了以后，这单位的有打扫卫生的，有端茶倒水的，这都是啊比我低一等的人，我对他们的态度就很不以为然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你千万不要忽略这些人，
这些人他其实站在社会最底层，看到最上层的人，每一层的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他知道谁好谁坏。你对一个人啊，如果能够平等的平心静气的对待他，你真的不知道后面是怎么回事。我们曾经有一次出行啊，这个出行呢是明星云集，有公共公司负责招待啊，其中呢就有一明星啊，就那架子大啊，觉得人家在背后说他的名字的时候没有加上老师两个字儿。人家公关公司有很多人在做事啊，做事就是说张三李四啊，没有说张老师李老师王老师赵老师，那说这不是啰嗦吗？所以就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通说，他一下听见了，叫他名字的时候后面没有后缀，没有叫他老师，他不高兴。然后第二天下楼的时候呢，他就故意慢，看人家没有在门口给他拉门，然后他就拼命的跟公关公司的头告这人的状。告完状以后呢，他还拿手机给人发信息告状。告完状以后，那边对方没反应，他还生气，还到处说去，说这公关公司什么公司，怎么不反应啊？就这么个人做这样的事儿，怎么怎么着一通说。他认为这人就是公关公司一小职员，是吧？小职员做事儿没把他当事儿，所以他就很生气啊，很生气。后来呢，有人告诉他了，有人告诉他说这个，你别招他啊，说这女孩啊，她爸是你那个金主啊，给你钱最多那单位的董事长。他一听这俩就绿了啊，汗也下来了，说哟，怎么没人早跟我说呀？哦，你那意思，你要知道他爸爸是董事长，你对他态度就不一样了。你认为他就是一个小职员，那女孩是在国外啊，这个待了很多年，到国内到这个公关公司来实习的，他不知道，他就以为就是公关公司的一个小工作人员，所以对人家态度极为恶劣。觉得人家没给他拉门了都不高兴啊！当时我就想哈，如果你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态度啊，你不因他的社会地位低，你对他的态度就恶劣，你也就没后面的事儿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每个明星后头很重要的是得有一金主，这一个大单位每年给你多少钱才能支撑你能够很优雅的活下去？你平白无故的就得罪一人，而且得罪人是捏你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所以我老说啊，对下人的态度是你一个人的真正的素质。那再有呢，就是你到了一个单位啊，不怕吃亏。我们老说吃亏是福，你说我不想得这福，我就不能吃亏。有人说我这辈子就不愿意吃亏，那肯定不行。你到一个单位，你处处觉得占便宜你才高兴，你想别人能对你好吗？所以做事呢，一定要细心。我们老过去说啊，精心做事大气为人，这要求有点高，我们可以改一下啊，叫精心做事小心做人。人在一个单位啊，要谨慎小心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啊，人家不帮你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别人给你设账。所以你在工作中一定要不惜力不惜时不计较，三不主义啊！我那时候在编辑部就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嘛，啊，就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作的事儿，谁也没想到我加班应该给我加班费，是吧？做什么事儿不无论多苦多难啊，就只要能有机会去试就试，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嘛。我老说你在这个社会中要想混得好，首先你脸皮得厚一点，你脸皮那么薄，这个事儿不成，那个事儿我又求人了啊，都得人家来求你，可能吗？你没有到那份让人求的时刻，对不对？你只有将来你的社会地位提高，你的能力增强，才有人来求你。所有人都来求着你，那除非你是董事长的公子或者千金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啊，一个人到新单位去啊，一定要试图跟所有人沟通。你在沟通中判断每个人对你的态度。判断你的态度的时候，你一个人不要过于敏感。有个日本词儿叫钝感力，日本人爱用，就是很迟钝。你对我不好，我没有明显的感到。你对我，就是你批评我啊，你一个领导批评我啊，我自个儿接受这个批评，我并没那么难过。所以这种迟钝的感觉呢，有时候是让你能够迅速成长，让你变得比较坚强。初入职场，你看可要控制的地方非常多，
那总体上就要把握这种不卑不亢的这种精神，要想方设法的使自己融入一个新的生活。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啊，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一段时间，肯定会进入下一个阶段。这个阶段呢，也许啊，就是你可能2年就到了，也可能你5年都无所谓。这个阶段就是你到了这个单位的中层。什么叫中层呢？就是你过去只对上面说话，不对下面说话，下面没人。当你到了一个单位，你不管是有了职务还是没有职务去负责一件事情，你处在中间，这时候是最难的。上面有领导，下面有同事，左右啊都有人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由过去的这种单向变成了多向。过去不是有一个段子说吗，说职场上就三层关系，就像一棵树上的猴子嘛，说往上看全是屁股，往下看全是笑脸，左右都是耳目嘛，这说的非常的形象。你到一个单位去啊，一旦你进入中层，你就处在这么一个关系上。那么这个阶段呢，相对来说就比较难，你要协调所有各方面的关系。那怎么协调呢？我告诉你俩字儿，刚才我说了，你接受的是委屈，这时候你要学会妥协。人生啊，要学会妥协，学会妥协就变得比较成熟。妥协是什么呢？是你看啊，这个我们讲过，雍正皇帝做皇帝的时候刻了一方章，叫为君难啊，就是我当一个一国之君我都觉得很难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不停的得妥协，他才有这种感受。怎么妥协呢？就是你做事啊，比如我当年在编辑部啊，那编辑部呢，你作为一个编辑，别人也是编辑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者啊，那有的编辑好长时间发不出稿，着急啊，对不对？那着急怎么办呢？那有时候就是妥协啊，你就说虽然这个稿子差一点，那么也得让他想办法上一篇。你要照顾每个人的工作情绪啊，你说啊，你这不行，排队，你这不行，老这样，那这事儿关系就越来越僵，对吧？所以这种妥协呢，是你进入一个单位，尤其你有负一点责任的时候，一个必要的手段。如果你知道学会了妥协，你觉得妥协能把这个事情这个做成了呢，就说明你进步。我们说了哈，你能承受委屈表明你人生的一个成熟，你学会妥协就表明你人生进了一大步。作为一个单位的决策者啊，这不一定说你到了中国移动你成了中国移动的这个董事长，不是这意思。你到了中国移动，你可能在某一个部门就成为决策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学会，也是俩字，叫宽容。你站在高处看下属办事儿啊，那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你就想你自己在下面看上面的时候，跟上面看下面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原来说过啊，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对成人的标准说的很简单，就是学会做人，学会做事，学会相处，学会学习，对不对？过去连皇上都学会，就还要不停的学习，你怎么就不学习呢？那么这里很重要的就是相处。相处我们刚才讲了，你身居低位的时候你向上怎么相处，你身居中位的时候你左右怎么相处，上下怎么相处，但你作为一个决策者的时候你怎么跟下面相处。你带领一个团队一定要学会一个宽容啊！你如果不学会宽容，你觉得这个人做事也不成，那个人做事也不成，什么都不行，你就以开人为乐趣的话，那很快这你就是光杆司令，你把人全开了拉倒。我就有一个朋友，就是就会开人，什么都不会，自个儿老说自个儿会管理，那单位最后连看门的都不愿意跟他一块儿，是为什么呀？就是不宽容啊！做事啊，下属有时候把事情做错了，你要如果能挽回，尽可能挽回；如果不能挽回，总结经验，告诉他为什么错了，对吧？宽容是给了你下属一个进步的机会，所以作为决策者，一定要学会宽容。这个宽容一定是非原则的，我们要说清楚啊，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宽容，原则的事情一定不能宽容啊。我们每个单位都有原则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比如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络大公司啊，开人甚至报案，就是因为你拿回扣，对不对？你伤害公司的利益，这些原则问题，公司一定不会宽容。
但是非原则问题，那作为决策者一定要给下属一个机会。过去有本小说啊，叫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。这小说本身呢，是一个黑色幽默小说啊。它这种呢，是拿一个不可实现的军规来说一件事儿。但是这个二十二条军规呢，后来就被各种职场上的书啊，给演绎成，比如说西点军校的二十二条军规啊，其实就没有这事儿啊。这个很多人查过，他没这事儿，只是中国人杜撰的。但是他杜撰的这二十二条军规，后来又有二十二条商规、二十二条婚规，我都想你结婚有二十二条婚规，这是真是没法办了。那么，西点军校这个二十二条军规中呢，虽然是谣传，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地方还是很不错的。第一条就好像凡事立即执行，第二条就是凡事没有借口，我觉得对。你可以在工作说这个事儿我做不了，可以说没有问题。但不能找借口，不能说哎呀我这个最近身体不舒服啊，这呦我最近心情不好，这个我老婆的爹得了癌症啦，什么就找借口肯定不行。你可以说这个事儿我真的做不了，说领导我没有这个能力，可以。但绝对不能不想做找借口不做。你只要找借口，你的上司一定很清楚，对吧？我们工作中大部分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待遇。没有一个人嫌自己的工资高，不论你给他开多高的工资，他都觉得不够高啊。拿工资的人都这种想法，我觉得正常。我碰到过一些公司啊，就国际大公司，工资都开得比较高啊。他这种公司呢，相对比较好管理，但是他底下的人也不满意，为什么？他横向比较，所以在西方的公司里，互相之间不打听。这个收入啊，你打听也没人跟你说。我一个朋友，他开的公司，他直接每个人工资都是他直接跟他谈，你工资是多少？然后就是说，你的公司只有两个人知道，一个是你知道，一个是会计知道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如果你的工资被其他人知道了，那就是你说出去的，你说出去，你的工作就丢了。所以他们那公司里没有人打听工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番谈话，就是你的工资是保密的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因为工资之间呢，每个人都觉得啊，我自己做的多拿的少，觉得那人都每天我看他都不干事，凭什么拿那么多工资啊？啊，凭什么给他加薪不给我加薪呢？每个人都觉得自个儿吃亏，这事儿真的是没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，所以感觉自己的薪水啊，这个工资低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，每个人都一样啊，不管你拿多高的工资。你就算你觉得我离开这个公司再也找不到这么高工资的地方，你也觉得你拿的低，为什么？你跟你左右比吗？那么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工资不够高怎么办呢？你肯定想加薪吧，每个人都想加薪，对吧？加薪这事儿是一很难的事儿，因为加薪呢是老板决定的，不是你决定的，你自己不能决定给自个儿加薪吧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看最近有很多书啊，还有一些什么公众号什么忽悠你，是让你跟老板谈。我先告诉你啊，谈这事儿啊，凶多吉少啊，风险极大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文化，你只要提这个问题，我告诉你，基本上加不成薪，你就需要离开这个地儿了。我认识各种老板，小老板、中老板、大老板、超大老板，没有一个人因为加薪问题能谈成，尤其你想提出加薪，千万不能说这句话，你不给我加薪，我就走了。那你肯定得走，没有一个老板因为你威胁他啊，要挟他，就可以给你加薪。你在一个单位，不论多重要，你毕竟不是老板，所以我不劝你们跟老板直接谈。尽管今天有很多啊公众号啊鸡汤文章啊，告诉你应该跟老板怎么谈，怎么优雅的谈，怎么有技巧的谈，怎么虔诚的谈，全都没用，千万不要提这事儿。你如果非想提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你得只有一个办法，必须要小心，就是争尽可能的迂回，让别人替你说这句话。比如你觉得谁能影响老板啊，你可以跟他表态啊，表态你不一定说你去帮我替老板说去，你不会，你就是这个念叨呗，
北京话叫念秧子，你就不停地念，也许他哪天把话传给老板，这是一种可能。还有一种就是，你如果觉得他确实能帮你去说话，你就说，哎呀，我在这这么多年了啊，我这个很想加点心，也不知道老板考虑没有，哎，也许他就能有机会跟老板说。但是你一定要判断这个人把话带到老板那儿是什么状态，还要判断这个人可能不可能把话带到啊，如果带不到会起副作用。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单位你想加薪，你就拼命的要表现你自己，你一定要做出业绩来。如果一个老板你做出业绩来依然不给你加薪，我告诉你，你跟他谈他就更不给你加薪，那就基本上没戏了。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哈，这件事儿是最为要谨慎的一件事儿，千万不要喝了一碗心灵鸡汤啊，就趁着这脸热直接找老板去了。我告诉你，那碗鸡汤一定是毒鸡汤。职场啊，是我们每个人走向社会的必经一关，适应职场呢，一定是这样一个过程啊。有人呢适应的时间就长，有人一两年都不一定适应，有人时间就很短啊，就觉得一两个礼拜就很适应了，觉得哎，我们单位的人都挺不错的。其实啊，从职场的发展的这个过程上讲，你从初级到中级到决策者啊，当你完全适应了这个职场，各个层面你都有接触，有参与的话啊，你觉得你彻底适应了，你基本就到我这岁数了，我现在基本上就适应了，不管什么样的事儿，我听见都跟最初听见完全不一样。我今天听见大事儿小事儿啊，不管好事坏事到我这儿就是听见一个事儿。我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很怀念我们最初的那个职场的经历和环境。我怀念，我就想啊，我第一步啊，那时候迈着步子去的这个出版社啊，觉得哪儿都新鲜啊，看见的人都是过去书上看见的高山仰止的人，就觉得当时环境啊，就迎着阳光啊，心情啊中唱着歌的似的上班。那么有没有矛盾呢？生活中也有矛盾，工作中啊，因为工作发生的冲突非常强烈，但是都能够化解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人的工作啊，你一生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工作啊，除非你是寄生虫。一个人的工作本身是一种修行啊，既然我们不能出家啊，我们只能在工作中修行啊，尤其在今天这种红尘滚滚的工作中，如果你能从红尘滚滚的这种环境中走出来，那你就算修行成功了。官府猫揭秘官府秀，这笔筒啊，我为什么拿这么一个笔筒呢？因为跟工作有关。我们今天老说工作工作啊，过去啊，这里头全是笔吧，笔有很多种，最初就是毛笔，毛笔也有很多种啊，有长毫的，有短毫，有狼毫的，有羊毫的，还有大抓笔。那你写什么字拿什么笔，小笔写不了大字，大笔写不了小字啊，你拿这么大的那大抓笔，你给我写蝇头小楷试试，你写不了。你拿那个小羊毫这么细的那小笔，你写这么大的榜书，你写不了。所以各有各的用处，跟人一样，这就是职场啊。这笔筒就是职场里头的笔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。这职场你注意看了没有，疙疙瘩瘩啊，疙疙瘩瘩有疙疙瘩瘩的美啊。我先把这旗拿出来，我们职场就这么个样子，不是光溜的，是疙瘩。